它是磁吸的哟，其实它的吸力还蛮大的，你听，哎呀呀，嗯，可是我你这样子转它的话，它其实是松的，嗯，然后会有这种金属摩擦声哦，是这个是，嗯，然后它这里的话，它是有一个磁铁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吸住它，嗯，也是有磁吸。就是这个，嗯，就是它是这边是笔头，这边有磁吸，这样子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然后这样，嗯，然后这边的话是这样子，哎呀，咚，嗯，个它的壳子这里有一个小吸铁哦，哎呀呀呀呀呀。在这里，在偏上面这边一小块部分，这边一小块部分而已，就是可以这样子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是这样子吸住的话就比较好了。这样子打横的话，它就会掉下来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就是额外买，另外买的，它就没有办法吸住了，因为它重量比这个重多。你看它可以这样子。可是这个就很重多，我也不懂多少多，超重啊！我的天哪 ，I don't know， 它这边也没吸啦。可是我觉得可能重个 1.5 这样子吧，啊，嗯，大概啊、哦，可是它这边吸得了它，如果它写字的话，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它写字的话，如果原装的笔的话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原装的笔是这个，然后我们如果写字的话，它就是这样子咯。嗯，可是这个的话屏幕就不会刮花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贴那个膜，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屏幕是不会刮花。然后这个笔有一点点的重量，但不会重，就是很轻，我觉得还触感还蛮好的啊。它是雾面的，然后这里的话它其实是是布料这样子的，它不是那种硅胶啊，它是这样子的布，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布啦，怎么说啊，这种就是通常我们的这种保护带呀、啊、不是有这个啊，它是差不多像这条线这样子的布置的东西。然后这是我额外买的嘛，嗯，它原价好像差不多马币12块多啦，嗯，这个你看其实还蛮好写的，真的我觉得很好写哦，爱了爱了，我简直。然后它这里的话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啊，就是无论你是从旁边这样子，按下去，还是正面，还是任何角度写字啦，它都会稳稳的贴在屏幕上。嗯，我用原装的笔写一下给你们看。原装这个，如果你手贴在这个平板，它是写不到字的，它不会就是
有一条线从这里连到这里来，不会，可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弄，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写字，所以你手要悬空，然后用这个写的话就是我现在用的这是 IG 的照片，然后 和写字工具，然后现在这个的话我用紫色。做笔记哈，因为我昨天用了Microsoft Office 还有 Samsung Note 的去写字，然后我发现很好用的就是 IG 的这个写字工具，很好用哎。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做笔记，然后不喜欢 PPT 的那个写字工具的话，可以用 IG 的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试一下用这个笔写给你们看。这个笔的话，它写出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原装的笔的话，它写出来是这样子的。其实都还 OK 的，并没有说哪一个比较不好，这样子就是写出来还是 OK 的，只是看你自己。因为这个笔它们其实直径差不多，就是差不多一样，这样子对比咯，差不多的，只是这个比较轻，这个比较重一点，然后这个比较重一点点，然后它就如果你是喜欢用钢笔写字，就你可能会喜欢这个咯。可是如果你不是用钢笔写字，你用这个也很好诶，就是它的触感很好写啊。然后这个 tab 的话，大家可以去setting 那边看看有什么东西你可以 setting 哦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